社寮社区是个办理活动相当频繁的社区，但社区内缺乏移动式音响设备，所以也导致他们进行活动时相当不便。得知此情况后，县议员刘浩也将以议员配合款来协助社区添购设备。这回哦，因为阮社区无伫外口买移动式的音响啦，会使移动式的啦。即摆这回最主要是买迄个移动式的吼，安尼阮也有伫外口户外啊，着办活动啥，阮都较方便。经过迄个刘浩议员吼，啊，共斗三工，共斗出经费，啊，阮即摆。和阮社区安尼增加一个迄个活动式的音响，啊，非常感谢迄个刘浩议员呐。日前在县议员刘浩邀请下，县府及工作人员也前往社寮社区会刊，研议购买移动式音响设备的相关事宜。有议员也希望协助社区购买完成后，能使社区活动上更为方便。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社寮社区这边，它也是一样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设备。他们常常都在社区这边办一些活动，那也希望说，在这个活动中，那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包括是音响设备。之前他们也有反映，那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了县府的王龙一科长以及公所共同来这边现刊完了之后，赶快把这个设备添足，也让我们社寮社区许多的长辈还有社区民众来这边办活动，都可以用得安心，用得放心。议长何尚峰肯定由议员对于社区设备问题的关心，也期许移动式音响设备添购后，能大大提升社寮社区办理活动时的方便性。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